彭尊，彭尊，很遗憾，因为我们在选人大战的时候，那个小火锅的动作比较快，把你选走了，我也觉得非常的遗憾。不过我很开心你可以加入到全明星运动会第四季，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。只是说，其实这是长时间的下来会蛮辛苦的，然后你也加油喽，然后我们随时保持联络。阿西拉 baby 啦，阿西拉 baby， 好，精彩了，好，再来，好嘞 ，one two three， 阿西拉 baby， 阿西拉 baby， 有点在怀疑，就是制作单位是不是希望节目可以更好看一点？因为现在黄队好像领先很多吧，我们还好，还好 ，OK。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要让就是每一队平均一点，所以才找我来。然后想说，我在猜想红队、蓝队应该会找跟我年纪差不多的。结果我刚刚猛一问，你知道我们是三只狗吗？我们有主狗，有主狗，有主狗，但我们大他们一轮。我是觉得完了，我是被弄了。然后后来就是，我在来之前呢，一直在收集情报。然后因为我的那个棒棒糖队员有来过三位，小玉跟千姐嘛，也跟过那个小杰哥，然后小杰还有王子。然后我来之前呢，我就问他们说，到底全明星运动会好不好玩？他们就说，小玉就说，我建议你们去买保险，不要买醋。我想了一个礼拜，我觉得对，然后又想到一些过去的一些新闻，然后就说前面很怕，然后毕竟这个年纪也没有常常大运动了，然后我就跟我妈就说拿那个家宝，我就来了。太扯吧，犬哥开完记者会就来练习，太扯吧。我们要欢迎我们犬哥，你帮他准备了什么？因为我们是黑教黑灵教。噔噔噔噔噔，我有你们这些黑脚新团员啊！因为我们是黑脚，嘿，优秀。加上去，加上去，哇！是，三、二、一，欢迎加入黑脚，哇 ，Yes， 欢迎，